你来看看啊，这个就是我用的 program 叫 Canva Studio Spark，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program，然后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我已经是在recording 这个东西了，然后有很多东西，你可以看到的那个这个 X 的时候是一个颜色，这也是可以选的，基本上还是在这里，options are disabled，然后因为在录这，所以不能调。然后在 Internet 那边是基本上每一个人也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智商在，然后我们很多人现在用 Internet 不止在connect 为以前的朋友，回到最基本的时候还是找我们要找到的问，就是他们以他们问题来出发点，就比如说你有什么不懂的时候，是你去 Google 或是 Yahoo 一下就知道他们是寻找着他们的答案了，就比如说。我们所知道，就好像谷歌 How to make money online，你看这些就是其中一个，然后通常这三个是不用看，这个是 apps 来的，我们是看这里开始了，这就是给好几千，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是这个数字是人家所给的答案，就是他竞争也是很厉害，一下这里争。哇，1 billion，1.6 billion 的那个result，就是那个 answer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那个要去这里来找，Google 这里你可以看得到的是，看你 login 进去。OK，你可以看到这里，search for keyword ideas。还是这个啊，然后你现在我们没有一个句子去找，你也是可以直接找，比如说从这里。我随便找一个，就好像这个好了。最简单的就是我 copy 这个，然后放在这里。Market idea。Market idea。这个看一下啊，这里是看每个月，我们要排一下啊。这里要调整一下，这个是要从那些要放准确一点的 exact match。OK，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用这个 fat loss，这里是 fat loss 没有 make money online，算了吧，这就是它的 keyword，跟你到这里很多了。要更加确定的，我们就要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叫做 Clickbank。那我相信上一个 video 已经 show 给你们看了，然后我们去 marketplace，没用了，就关掉了。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的问题，最好的就是 games 起了一个 business investing。Computer Internet 没有这样热门，另外一个是 Travel，还有 Fitness 也是很热门一下的，像你看到这里哦
是放他的这个叫做 landing page，就好像我给他 copy 下这个 URL，我不用每一个他们这些 keyword 啊，所以我们这个 keyword 就是拿来做我们的那个 domain name，好像 domain name，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好像 how to make money online，看有没有这个啊。这 keyword 就是这样写，应该是点点还好，你看就给我了。就写下去了，在这里已经点点的还好注册了，这就是他们其中一个 keyword。啊，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比较准确一点。你看到更加仔细，只有一二三四五个 keyword 吧，不是很多个。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它那个给赚到钱，这个是在 Google AdSense 的时候才给的，这个是算是人家浏览它的那个网站时才给的。这个就是那个每一个月有多少个人去查了，然后这个也是很热门，online make 这个也是很热门一下。嗨的，我们就通常是没有看它，看通常是 medium 最好，竞争没有这样大，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internet marketing 的，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些 strategy 去做一些 research 来看一下，才知道我们的这个行业这个框赚不赚钱，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下，就叫 market research。另外一个就是叫做Google Trend，没记错叫 Google Trend。这好像是可以找哪一个地方，像不是这个。去找一下先啊。应该是这个。还有就是，那一万两几块，之前你咋没有看见啊？你看到直接看，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多少个人有兴趣的，那就讲，截止2月有61个人，也是蛮多一下。确实，我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哪一个国家，你看到，然后从我们可以从这边就是打给哪个国家，就是我们可以省下来的钱啊。直接做 advertisement 在这些国家里面，看到最近是没有什么美国，这个也是可以放弃掉。Money online，investment 看一下先这个。
更加的越来越少，没有这样火了。新加坡哇，这个也是很多人在看到 investment，就是讲这里就是有的做，就真的是换了。然后还有什么可以看的？就是然后看一下这个有多少个人啊？是越来越少，看它这个圈里面。这个澳洲，这个就好啊。这个最近是还是在那个石油上来之前，没有人这样去做，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做，啊，全部在美国，这个好，在美国哇是。就是这种，就是说叫做所谓要叫 online 所谓那边是这样多罢了。